老板，你这么大一碗米线，才卖1块钱，你不亏啊？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。小伙子，照我说的，吃不下就别吃了，才1块钱的米线，吃坏肚子划不来。那你别砸我1000块钱好不好？那不行。赶紧的，还有30分钟。你行吧，你快点，帮我排一个，我想喝个汤。你闭嘴。